手薛健，用你们欢呼声欢迎他们。同学大家好，我们是录音场面最资深的主唱。那等一下，等一下为你们带来一首《我不知我爱你》，然后等一下我唱《每当我的心里想起你的时候》，你们就配合我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好吗？Thank you.